仙药已经没有库存了，所以我们要到仙药谷中重新采摘。此仙药谷是我太岳门存于空间珠中的圣地，走，跟我一起进去吧。仙药谷共分为四大区域：平原区、山地区、幽谷区、深潭区。越往深处走，仙药就越珍贵。不过即使是我爷爷在世，去过的最深处也只是幽谷区，像我们这种刚筑灵的弟子就只能在平原区采一级仙药，筑灵境界再高一些的人也最多是去一下山地区边缘。山地区也不过是低级仙药更密集一些，高级仙药只存在于幽谷区。据说在深潭区还有顶级仙药，可那里只有天尊境的大神仙才能吃，别说是顶级仙药了，就算是高级，咱们太岳门也已经好多年没有采到过了。咱们走了这么久，怎么一株仙药也没见着啊？怎么了？哎，太累了，走不动了。心急什么？你以为谷中到处都是仙药吗？既然在提货环节被一字眉算计了一把。哎，月儿，不如咱们也去那什么幽谷区碰碰运气，说不定可以找到高级仙药呢。找到一株，问题就都解决了。你说什么大话呢？别说幽谷区了，深一点的山地区都有灵兽守护仙药，还没碰到高级仙药呢，就会被吃得尸骨无存。啊，灵兽，仙药存货也没有，采又采不到，那只能睡一觉了。石匠，你真的一点都不担心吗？把你们的仙药都给我，我保证把寿元给你们赚回来。狂妄自大，你是要拿着仙药逃跑吧？我来替石匠担保。你来？行啊，孙连梅也不占你们便宜，我给你们一车低级仙药，一个月内用它赚回一年寿元。若是失败，苏月儿需立即挑选一位名门公子，亲自上门求亲成婚。什么？至于你石江，要被逐出太岳门，永不得入宗。你敢与老夫赌吗？现在一车低级仙药连。有什么不敢？不过我石江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，如果我赢了的话，我就要把你的眉毛剃掉。一字眉，你敢赌吗？当时真该把一字眉的表情拍下来，实在太搞笑了。你正经一点好不好？若是输了，你最多被逐出宗门，可我却得赔上一辈子。那时即便对方是衣冠禽兽，泼皮无赖，我都必须嫁过去。哎，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嫁给不喜欢的人。哎，月儿，让一下。这就是你口中的仙药吧？怎么一拔下来就哭了？你以为随便什么人都能采仙药吗？没有筑灵的人一碰仙药，仙药就会哭死。除非你有老身的灵气戒指。秋姨，纵使位于平原区的低级仙草也是非常娇贵，需佩戴上灵气戒指方可采摘。这些戒指都经过老身的灵气加持，是专门用来维持仙药生命的。石江，想采购一车仙药的话，就跟老身走吧。杂役堂众弟子听令，相信你们已经知道石江与孙长老的赌约。然仙谷内已无仙药存货，需重新采摘。身为师兄，你们要尽心尽力，
帮石匠采购一整车的仙药。没问题，放心交给弟子吧。明日师兄定为你采购一年的量。很好。各位师兄，明天就拜托了。哎，明早我们一起去钓灵虾吧。好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哎呀，你们可真有精力，我还是睡觉好了。哟，哎，有他呀，上啊，上上，哎，烈火金刚上。各位师兄，不如我们先商量一下明天采药怎么分工吧。小师弟，你不会真以为我们会帮你采药吧？采药得费不少灵力，你难道不知道啊？没错，反正现在的仙药啊，也卖不了多少寿元。难怪你会和长老定是那种不可能赢的赌约。看来你完全不懂行情啊。哎呀，今日不同往昔了，私药房极力压低仙药价格，如今一车仙药最多卖不到一月寿元，最后分到我手中的寿元只有几息而已，谁还愿意干这种苦差事啊？哼，一字眉的坑还不少呢，市场价不到一月的仙药，让我卖一年寿元，足足十二倍啊！石公主，在下高泽恩，愿为你采药。哎，卖药的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嘿嘿嘿，在下也考入了太岳门，现负责替宗门采药。别看在下是新来的，我高家世代炼丹，最通小仙药之事，瞧，这些便是在下今日所得。没想到在这儿还能遇上老朋友，从安兄弟，今后就拜托你了。哎，莫要客气，咱们师兄弟之间理应互相帮助嘛。哎，各位师兄，打扰了。师弟知道师兄们日理万机，都脱不开身，不如你们把灵气戒指都给小弟，明日我替大家去采药如何？啊？小子，你挺懂道啊！那给记住，别说漏嘴了。明白，明白。是仙药谷，连低级仙药玲珑菇都长得如此肥硕。哎，这里还有一株。白天看他异常积极，还以为这小子另有所图，没想到他真的这么热心，大半夜就出来帮我采药。啊，化形身，终于凑齐了。白木草两千，千羽花三株。古形果一粒，怎么全给吃了？好苦啊！运转周天印至身，万药汇集卢志昌。去！你！成了，成了！我头，肚子好痛啊！疼死我了！废话，吃那么多奇怪的仙药，肚子不疼才怪。不过话说，他到底想干嘛？那包丹药，
我终于练成变身丹了。这黑眼圈果然不用炼丹炉多少还是有些缺陷呢。喂，谁石公子，你也不必这般沮丧，在下是丹印，有以体为炉的能力，虽说是同一个地方出来，但在下炼制的丹药和那些污秽之物是不一样的。愿只愿在下太穷，买不起上好的炼丹炉。想当年高家也是家财万贯，谁曾想一夜没落，所有丹炉都拿去抵债，不然在下也不会用这般自残的方式炼丹了。少在那装可怜啊，还以为你是真心想帮我，结果只是为了骗大家的戒指来偷仙药，太过分了。石公子，这是在下用几味仙药烤制的灵虾，来一只消消气吧。拿开，我不会再吃你给的任何东西。真香。石公子，在下是真心想要帮你的。石公子也知道现在仙药价格被压得很低，但若是在下将其炼制成丹，价格必定高于仙药，只要石公子肯替在下保密，在下的丹药便可低价卖给你。开什么玩笑，我还要卖你的东西？我们应该做的是合作。合作？我拒绝。在下好不容易入了仙药谷，在这如此广阔的仙药圣地，在下可以炼制无数丹药，用丹药赚回的寿元要比太岳门那些死脑筋赚得多得多啊，在下又何必加入你的必死无疑的赌局呢？如果被长老们知道我跟你合作，最后一定会被逐出太岳门。我高从安可不傻哟。从安兄弟，莫要忘了是谁让你的仙药在仙考时大放异彩的。跟我合作，我会为你保守秘密，事成之后还会送你一个顶级炼丹炉，怎么样，划算吧？怎么合作？还是让你做代言人？以后不要再提代言人，一想到代言了从那里出来的丹药，我就……石江，现在应该在努力采药吧？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嫁给不喜欢的人。为了不让我嫁给别人，哎呀，我在想什么呢？石江竟然在钓鱼。石江，不去采药，躲在这偷懒钓鱼，倒是挺悠闲嘛。不看期限一到，干脆把你打扮成女人嫁出去得了。你给我松开！慌什么？光靠蛮力就能赚钱的话，你太岳门早就发家致富了。都说了要靠脑子，你这丫头是不是傻呀？你说什么？你让他！都按这些图纸好好做，不准偷懒。是。秋姨昨夜没睡好吗？怎么一大早就气冲冲的叫咱们干活？哎呀，总比采药好吧？别说了，快做事吧。天黑前必须做好，放在堂下。是是。还是石公子更不要脸，想出这招让他们做事儿。掌门，属下办事不力，硬闯仙药谷，让石江那小子坏了事，请掌门治罪。不，你做得很好，派你去闯仙药谷，便是为了逼他们有所行动。太岳门做事实在太胆小谨慎，不给老夫插手的机会。不过，
有了这石浆，太岳门的局势就要改变了。传令下去，密切监视太岳门石浆，他应该会先从仙药或者丹药出手，留意他们的行动有无纰漏。遵命。不过若是他们前来试机，帮他们制造一些纰漏也无妨。暮色遥远，并坐看山川，杯酒对长剑，窥他眉眼，如别有洞天，不若寻常少年，逍遥好似云中仙。乘风御龙游天地之间，相约凝结成思念，一行恨，沧海桑田，举杯梦一场，对影人间苍茫，若未如惆怅，怎对得住真年少轻狂。思乡歌响，弹指一挥，总归来鬓染霜。